不要撤。 去不要撤了。 You on a shorter trip? We're not going, just go down to Chief Junction and back. 100英里是几公里啊？ 不知道欸。 他开到100。 酷，超酷的！我是要拿下来，因为安全帽很紧。好，很紧哦。是几公里啊？我去看到我车子吧。好像快100吧。我先去看一下。See, here, we'll go to here is one, this one, this one. Wow, it's our driver. I had you to 100. 100? Yeah. Okay. Cool! I figured he wanted to go fast. You want to go fast? No, I mean, go. Just, yeah. Yeah. 我的相机在哪里啊? 100吗? Talking about. Cool! 所以我飙到180就对了。我刚刚回来的时候有在加速，加速就超快的。 你确定小心你的鞋子？我相机在你那里。各位，我要出发了，拜拜，Good luck。I'm ready. You got your. 哎，我相机在你，有在你口袋吗 ？Hello. Camera 在我这里。那你拿走，快点。好冷。我要拍他。你擦背，先生在。不会。 你不敢，我不行。现在Dewey正在帮他弄安全帽，因为琪琪会飞出去，对，很可怕哦，真的会飞出去哦，连转头看。好了，走了啦 ，Mark 走开啦 ，Mark 走开，<笑>好紧张哦，看起来很炫的黄跑车。 他可以有他自己的，在那边放屁，看着讨厌。大家请注意，远方等下会有一台车飙过去，大概30秒后吧。你这个是录音的？对，现在录音。你刚刚有没有录到他离开？有，一直录，就从刚刚他戴安全帽之前。到底听到这个声音吗？声音也会录进去吗？对，声音会，只是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大声而已。 他现在在跟那个读者讲话。哎，你可以把它放。对，已经最近了。大家有没有听？有没有看到那个点点？就他们。有，现在就时速大概100吧。等一下，我们，哎，你先把它关掉，然后我们走到那边去。